去屠杀那些野怪，他们做错了什么？他们也是无辜的生命，他们也有亲属，有自己的生活。你想要金币，你想要经验，你可以去补兵啊。那些小兵都是职业军人，战死沙场那也是宿命。但是你们为什么去屠杀那些无辜的野怪？他们奉命守护着召唤师峡谷、丛林和河谷，他们从来不主动去攻击你们，但是你们却贪图经验与金币，贪图他们所守护的图腾，对他们举起了屠刀，亮出了惩戒。不过是一匹失去了妻子的狼爸爸带着自己的孩子，不过是一家没有任何伤害柔弱的小幽灵。蜥蜴长老甚至迫于生存，把自己四个孩子当中的两个交给了蓝色魔象抚养，而魔象的妻子也因为与魔象不和，独自带着孩子在丛林的另一面相依为命。你们于心何忍？你们为何举起屠刀啊？拒绝打野，没有杀害就没有买卖。